台风外围环流甩水，虽然到了晚上雨势渐渐转小，但南投埔雾公路还是不断出现土石流，道路甚至还没畅通。驾驶表示已经等待至少四个小时。如果有台风就有啊，但是这个今天这个是这个是突然来的豪雨，嗯，不像有台风警报。台风警报它会管制啊，这里还好，这里有店铺可以买，嗯，可以吃的。我们在翠峰那边哈，根本都没有办法，很饿。东西吃很，还有人饿了都转回头了。还有一些那个慢性病啊，要吃药，他没有吃饱，没办法吃药，哇，手都发抖。突然豪雨造成南投多处塌方，这几年没有台风，驾驶说已经好几年没这样了。但通常只要有台风来袭，道路都会出现土石流。为了尽快抢通道路，公务段依旧努力抢修当中，好几辆下山的车潮全部都挤在雾社街道，成为了罕见的景象。